青岛市区啊，哪里买海景豪宅？今天啊，我带大家打卡云上观海。为啥推荐这里啊？首先就是位置好，交通便利。这里距离海边仅有50米，仅靠13公里的滨海漫步道，可以说是一线亲海的青岛夕阳打卡宝地。另外，这里仅靠环湾大道、胶州湾跨海大桥等主干道，可以无缝衔接主城。推荐这里的第二大理由，配套好。这里附近有青岛大学附属滨海实验学校，正在建设中的文化体育中心，以及正在规划中的5星级海景酒店。第三大理由，交付力有保证。云上观海是由国企轻铁、央企华润、民企新凯达联袂打造的青岛海居封面作品。第四大理由，项目全场景打造品质生活，80%以上可居家看海。住宅建面约143至390平米，所有户型都拥有南向巨幕面宽，270度观景视野，3.15米起啊，奢侈层高。社区内还配置了观海平台，实现海景与生活的完美融合。怎么样，看完我的介绍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那就来实地体验一下吧。